痛却身不期而至，一次与那降临之时，谁的怒火在天空宣泄，哪怕空间更迭，哪怕时间幻灭，我看向你的目光永远如火炽烈，微笑面对危险，只因你在我的身边，即使明天不会再见，我依然想要站在你身前，依然前往未知的世界，只为了找寻你孤单的身影，不同的时空交错的谜语，相同的是找到你们的决心。蓝月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顾门被锁住了，我们再找其他方法进去。天哪！出什么事了，蓝月？是孔明灯，漫天的孔明灯。是你？你为什么会救我？这是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。这么说，你竟然可以不受基点的控制？那个银发少年呢？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不会的，一定会有救他的方法。虽说是人类身体做基础，但他的大脑早就晶片化了，可是他看起来好像有感情一般。可恶！放手！你想害死我吗？完蛋了！天人内讧了，这是你控制的？没错，我能控制他们。能量在复苏，身体也。门怎么自己打开了？是孔明灯。奇怪，哪里来的这么多孔明灯？你想激起孔明灯的火焰？天真！在那之前，我先要你的命。哎！连最后的希望也化成灰烬吧。糟糕，这点能量可阻挡不了多长时间，怎么办？天人们怎么攻击起自己人了？竟然要成全你的亲母啊！好机会。
是谁？快打醒我！祭典民族突变，有了自我意识，摆脱了人类的制约。现在，这种突变再次发生了。如果那次突变是源于恨，那么这次突变就是源于爱。这个女孩将成为新的祭典。门终于打开了。仙女姐姐，这里要塌了，我们快离开。哥，八月小心。八月，果然，即使再怎么逼真的人类躯体，你还是流不出眼泪的。如果机器人也有来生的话，多希望能成为一个人啊！多么希望能回到起点，照顾他，哄他睡觉，陪他玩耍。看着他笑，我就知道他能做到的，真是不简单的银发少年啊。如果找不到少东家的话，你可以改嫁哟。你说什么呢？他有自己的世界和所爱的人，就像他说的，我们就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吧。正下方结界已经打开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天宫已经堕毁成废墟，你已经成为了新的基点，将来这个世界一定会辉煌重现的。一定会的。回去喽！不能让他抢先了。我们来了。
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你也救过我，扯平了。如果你见到马戏团的女孩，可以把这个交给她吗？我没有时间和她告别了。我一定会转达的。我听过你们谈话，你说在不同的时空里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投影，那你在你的世界里会遇到我吗？哼，当然遇到过，是个很可爱的女孩。她和我说，我就像她哥哥一样。再见。那我也要努力在这个世界寻找你的投影了。如果每个人都有另一个世界的投影的话，那我们还会相见，在不远的未来。